威风凛凛的仪仗队，异域风情的金银器，大墓之中惊喜不断，墓主人竟是北周大将军。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北周李贤墓》下集。1983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南郊深沟村，一场暴雨意外地冲塌了一座农田中的古墓。42米的超长墓道，三孔天井，精美壁画，奇特陶俑。这些信息意味着深沟村的这一座墓葬非同一般。黄土之下还会有哪些新发现？大墓的主人又会是谁呢？考古队员在清理时突然发现，脚下甬道竟然站满了不同的陶俑。陶俑的这个分布是从就甬道一直延续到墓室。陶俑当时出土的状况呢，是因为有塌陷，陶俑都这个处于一个倒伏，有些处于倒伏，有些处于这个零散状态。这里是固原博物馆。当年深沟村大墓中出土的陶俑就珍藏在这里。根据墓葬中的位置，考古队员对当年出土的237件陶俑复位后，突然发现，这竟是一支浩浩荡荡的陶俑方队。这一批陶俑头戴小冠，面涂粉色，披风在肩部用带扣相连接。他们双手拱于胸前，专家判断，这些应该是武官俑。这一批陶俑与之前类似，但交领长袖的袖口宽大，专家判断，他们是文吏俑。这些人俑头戴龙冠，他们身穿圆领大袖衫，外着红色长裙，腰束长彩带，红裙及彩带向后漂浮，双手屈指胸腹间。根据衣着服饰判断，他们应该是随行侍女俑。这些骑马俑有些特殊，他们头戴风帽，
宽袖长衣，脚蹬黑靴，个个神采飞扬，上肢动作各异，手里似乎在拿着什么东西。专家判断，这些陶俑应该是乐舞俑。他们有人在吹奏，有人在击鼓，仿佛陶醉在自己演奏的音乐之中。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把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浓缩了、变形了之后，埋到墓中。实际上，他这个墓还是生前生活的一个缩影和写照。当年带给考古队员的惊喜还未结束。在方阵的后排，有30多件陶俑，明显与众不同。他们眼目深陷，鼻梁高耸，头发微微卷曲。专家分析，这些可能是当时的胡人。胡人呢，就是我们华夏人或者我们中国人当时对来自于丝绸之路的这些域外的人的一个统称。他们也带来了音乐，带来了非常有特色的服饰和舞蹈。这个俑的这种装束恰恰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种风尚。一支声势浩大的仪仗方队就此集结。而那些高大的骆驼俑、马俑，那些丰富的巫厨用具，显然是墓主人生前富足生活的象征。是什么样的墓主人能享用这样的排场呢？这座墓葬呢，它就很特殊，它里面既有骑兵俑，有了将军俑，也有文官俑，啊，也有这个文吏俑，这个和这个另外一些像戴风帽的这些俑，就是说这个在这个衙门里面专门是上传下达的这些。那么，作为我们来说呢，我们宁夏的考古工作来说呢，是第一次接触到墓葬出土陶俑，尽管大部分陶俑都还是应该是比较认识的，但是还是有些陶俑不是太熟悉。1983年，固原的冬天格外寒冷。考古队员在这黄土高原上等待着大揭顶的完成。经历了大概有就是1周到10天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就进入墓室了。在进入墓室以后呢，因为墓志这个它是属于实志的，这个当时第一就是说发现的就是它墓志。墓志是刻有死者姓名、生卒年月和生平事迹的石碑。有了墓志，就能揭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此时的考古队员不禁有些激动。仔细清理后，考古队员发现，一块墓志盖的正中镌刻着"为故李氏吴俊君之名"9个大字。魏，说明墓主人生活在西魏。这是一个南北朝时期由北魏分裂出来的地方性政权，这推翻了考古队员最初关于墓主人生活在隋唐的推测。郡君是中国古代对地位崇高的女性的一种封号。这9个字讲明墓主人是一名身份较高的吴姓女子，她的丈夫姓李。墓志盖的发现确定了墓主人的生活时间与身份，但却让考古队员感到困惑。
困惑。这位女性墓主人为何会陪葬全身披挂的巨装甲骑勇？难道她是一位女将军？困惑很快就被消除，因为就在两天后，她丈夫的墓志出现在考古队员面前。两个人的墓志前后也就错了一两天时间。那么两盒墓志发现以后，实际上经过初步的勘查，大家就已经了解了墓的主人。在墓葬的发掘中，墓志是十分重要的，它对了解墓主人、了解墓主人的身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考古队员小心清理掉第二方墓志上的泥土，九个大字赫然显现：大周柱国河西宫墓名。考古队员在874个字的墓志铭文中，清晰地看到了丈夫的面孔。他叫李贤，生于公元502年，卒于569年。67岁的一生，历经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北魏、西魏与北周，曾任北魏元州刺史、骠骑大将军，官至河西郡公、北周柱国大将军。但在真实的历史中，这位李贤的地位远比他的官职还要高。北周的武帝当时出生以后，有这个星象师就看星象，认为这个武帝这个小太子不适于在宫中长大，北周的皇帝就把这个孩子就送到了元州，送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墓主人的家里，啊，这个寄养。一直到十几岁以后才回到宫里，那么后来这个孩子就继位，这个做了北周的这个皇帝，等于说这个墓主人呢就是这个皇帝的养父母啊，所以说他在北周朝廷里面的这个地位是非常高的。发掘至此，故园深沟村大墓的秘密终于揭开。这是一座合葬墓，埋葬着周武帝的养父母，北周大将军李贤与他的妻子。正是墓主人非同一般的地位，才会拥有42米的超长墓道、三孔天井、精美壁画和陶俑方阵。史书记载，宇文泰曾数次巡游元州，也就是今天的故园，都要亲临李贤府邸，给予了李贤很高的礼遇。他的这个儿子、侄子，在这一代，也是包括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都是为这个固原地区这个守边、戍边和贸易起到了重要作用的。考古队员在随后的清理中，还幸运地发现了这对夫妻的棺椁，但1000多年的时光让幸运转瞬变成遗憾。这个棺椁这个腐朽的是比较严重了，这个包括这个里面的人骨也都已经非常非常腐朽了。对于一名考古工作者来说，一生中能发现如此重要的墓葬实属难得，但当年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棺椁腐朽严重，加之墓室曾被盗掘破坏，许多人骨已经散乱在外，失落之情瞬间从心底升起。但是当年那些考古队员没有放弃，他们继续在墓室的泥土中仔细清理。
突然，转机出现了。当我们清理到西北角这个地方，当时民工告诉我的时候说：“陈老师，有一个大疙瘩，是好像是一块石头，你过来看一看。”陈伟连忙上前，用竹签小心挑开淤泥，很快就碰到了一个坚硬的物体。我当时刚露出来就是它的这个瘤和嘴部，就瘤部。那么瘤部以后发现，当时肯定它是一个金属器。完了以后就继续小心的把它一点一点把它都露出来。陈伟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件金属器。虽然就在墓主人的棺椁旁，但却幸运地逃过了盗墓者的魔爪。露出来以后呢，当时还没有敢全部取出来，因为要绘图，要照相，要对它做完整的记录。在做完完整的记录以后呢，基本上因为当时是冬天，天色黑得比较早，那么就说大家商量以后决定，还是把它取出来。夜色之中，一辆汽车从考古现场急速驶向城市的方向。车上是那件神秘的金属器，以及所有人的期待。1983年，固原一个特殊的冬夜，考古队员一点点看清了他的面目。在擦拭的过程中，里面一点一点呢，就露出了里面就是比较光亮的一面啊。这个光亮面呢，随着光亮面越来越大，大家的惊奇，大家这个好奇也就越来越厉害了。就是从来没见过，就是在咱们国家的考古界就没有，也就包括世界范围内就没发现这些东西。30多年前，影像技术并不发达。这张模糊的黑白照片虽然只显露出一个湖的形状，但当年现场的考古队员却被湖身的细节深深震撼。它上面这个浅浮雕，这个人物的这个从人种上看，它就不是中国人，它这个整个的造型都是带有浓郁的域外风格。当时我们不敢肯定它是什么地方，但是肯定它不是中国，不是中国产的，不是中原地区产的，它肯定是域外的东西。这就是当年让考古队员惊叹连连的奇特的湖，高37.5厘米，重1.5千克，细颈大腹，银质，表面部分鎏金，湖身上刻着一些鎏金花纹和浮雕人物。有个男子手中拿着一个小圆球，对面的女子左手抬起，食指指向自己下颌。有个男子双手拿着兵器，像是和对面的女子说着些什么。这样的人物在银湖腹部一共有6人，一男一女，每2人为一组，共有3组。今天他有一个确切的名字，鎏金银湖。但在30多年前，当他被清理出来时，没人能说得清湖身上的人物到底是谁。开始有人认为这是一幅希腊或罗马连续描写情人送别战士出征的画面。当时大家都认为应该属于这个罗马时期。也有人认为这组图没有联系，而只是单纯的记录了当时一种时尚或者仪式。但是现在看来出入是比较大的啊，不是跟那个跟罗马还不完全是一回事。关于这些人物的推测，一直到6年后才有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1989年，俄罗斯圣彼得堡阿尔米塔什博物馆马尔萨克教授在发表的论文中，充分论述了荧屏上三组人物所反映的内容，被史学界普遍认可。他所表现的内容就是希腊神话故事中著名的帕里斯裁判的故事。原来，这是一组希腊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希腊的三个女神争夺最美女神的称号。擅长判决的帕里斯将代表最美的金苹果给了爱神，因为爱神答应给他人间最美的女子。几年后，帕里斯在斯巴达遇到王后海伦，二人相爱私奔。斯巴达国王回家后气疯了，不顾一切发动战争，用10年攻下特洛伊。他本想处死海伦，但再次见到那张美丽的脸庞，心就软了。二人又重归于好。谁会想到，这个来自希腊的传说，被刻在一只鎏金银壶的周身，埋葬在1000多年前固原城外的一座墓葬中。在当年，这只鎏金银壶带给中国考古界的惊讶远未停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凹槽柱式纹样，它源于希腊建筑中的凹槽形式的柱子；另一个就是凸起的连珠纹，这种纹饰在中西亚地区非常流行。壶身与壶把上的凹槽，让人联想到古希腊建筑中的廊柱。连珠纹汇集了古典秩序与对称，将壶身分为三段。这是波斯萨珊的。诸多文明符号就融合在这样一只银壶之上，一切都是那么陌生与奇妙。那么后来经过初步的研究，应该最早有人认定是波斯萨珊王朝的东西。鎏金银壶壶柄上铸有高鼻深目、头戴贴发软帽的胡人形象，学者们认为它不是萨珊人的形象，而是当时中亚巴克特利亚人的形象。巴克特利亚在古代属于两河流域，也就是今天的阿姆河和希尔河流域，即阿富汗北部地区。有学者从鎏金银壶的制作工艺上确定，它应该来自西亚。制作黄金和白银的东西啊，它是用一种锤叠技术，这和我们青铜器和铁器不一样，那是用的是铸造技术。那么锤叠技术呢，它就需要底下需要有底膜，这个底膜不能太硬，也不能太软，那么最好的什么呢，就沥青。那西亚这个地方有，它有这种天然的条件，它有天然的沥青，所以呢，你把这个金块金片哈打成了一个这个金皮，然后呢底下垫上沥青，就可以锤出各种器物的造型和器物纹样的轮廓，然后再继续錾刻，所以制作的非常好，在这个地区比较早地发展起来这种技术。最终的结论虽未统一，但所有的观点都将这只鎏金银壶的故乡指向西方。那么，一件来自异域的鎏金银壶为何出现在北周柱国大将军李贤的墓中？这固原地区当时是丝绸之路的一个关口啊，一个节点，出了固原以后呢，就进入西域了。那么，这过了固原呢，就进入中原，就进入北周王朝这个统治的地域了。那么是也是一个西大门，所以说作为一个元州的刺史，他的责任非常重大，啊，包括这个
对这个进出的商旅，对这个来犯的这些胡人，他都有抵抗和这个接待的责任。北周时期，固原名叫原州，这里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中心，北方的良马，西方的金银器，中原的丝绸瓷器都要从这里经过。从地中海到中国，粟特人驾着驼队走过一个又一个国家，带来琳琅满目的外国货物。这些货物常常是皇帝的奖赏之物，更是王公贵族们的身份标配。这种贸易主要表现在以金银器为代表，越来越多的金银器进入我国。当时上至皇家宫廷、贵族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非常喜欢这类货品。鎏金银壶正是当时那些跨界商品中的精致极品。大将军李贤长期执掌原州，守护着丝路贸易的畅通。或许是因为太过喜爱，他将这把鎏金银壶带入墓中，最终成了我们亲眼所见古代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物证。故事是希腊的，工艺是萨珊波斯的，出土地点又是中国的，一个壶就把古希腊文明、两河流域的古文明和华夏文明串联了起来，是很难得一见的。1983年冬，鎏金银壶的发现振奋了这片黄土高原上的考古队员。在墓中会不会还有更多珍贵的文物？考古队员带着猜测，在棺椁周围的淤泥中继续清理。果不其然，一件近似透明的器物被清理出来。它的造型特别，它外面带了那圈乳钉纹，在我们的知识里面还是没有的。考古队员的经验再次被考验。这件器物口径9.5厘米，腹深6.8厘米，重245.6克，通体淡绿色，风化层很薄，外壁有两圈凸钉装饰，上下错位排布，这又是一件不寻常的器物。从它的造型看，它根本不是我们中原地区的这个器物造型，器物造型的这个特征，而是具有浓郁的这种西方特征。为了彻底搞明白这件器物，考古队聘请了专业人员对器物的材质进行检测。结果表明，这是一件钠钙玻璃碗，与萨珊玻璃器成分一致，是典型的萨珊朝制品。中国本身玻璃生产就很晚，那么我们所了解的，我们在考古大学考古专业这个学的知识里面，就没有见到在国内有类似的这个玻璃碗，所以感觉到特别奇特，啊，也特别这个有兴趣。先后发现了两件来自异国的精美器物，让考古队员对李贤夫妇墓有了更多的期待。1983年冬，又一次夜幕降临前，当天的工作即将收尾，考古队员正在例行清扫现场。考古工地的这个有一个传统，就是在收工的时候，要对你的这个工作的场地进行清理打扫，以防止外面的物品掉落进来或者混进来。就在这时，现场又有了意外的发现。我们那天在打扫的时候，对这个棺椁的这个地方呢进行清扫的时候，这个就感觉有一个东西亮了一下，完了以后我就让民工，我说你稍微等一下，就用手去
摸索。摸索的过程中，就是一个泥疙瘩。后来，当时感觉还想是不是搞错了，不是一件什么文物。一个泥疙瘩怎会闪光发亮？是陈伟看错了吗？一搓，很硬，就赶紧就不敢动了。后来就拿回去，拿回去以后，用这个水进行了清洗以后，是一枚戒指。这是一枚金光闪闪的戒指。在女性的棺椁里面呢，发现了蓝宝石的戒指啊，因为也是当时在打扫这个墓室的时候，发现的这个蓝宝石戒指。从发现的位置判断，这枚戒指应该是李贤夫人的生前之物。环形金戒指正中的圆形部分镶嵌着圆形青金石。在专家的经验中，青金石多产于阿富汗，以青金石做装饰，自古以来常流行于葱岭以西。再仔细观察，青金石的界面上还雕刻着一个裸体的人物，手执一个弧形的花环。多年后，有人在美国富兰克林博物馆一件波斯萨珊银盘上看到了一个舞动着花环的裸体女神，这个形象与李贤妻子戒指上的人物非常相似。专家分析，这两个器物上的内容应该来自同一物体。由此推断，这枚戒指的原产地也是波斯萨珊或者中亚某地。没人会想到，一枚小小的戒指竟横跨东西，让今天的我们看见在那个时代，中国与外界的交流无处不在。这些器物的制作都不是在中国制作的，但是它在中国保留了下来，原因就在于在北朝隋唐时期，宁夏一直是咱们丝绸之路北道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城市，也是一个国际化的大城市。那么就因为在这个地方它有着特别重大的作用，才使得这批这个器物呢能够完整的保留了下来，它也是丝路繁荣的一个最好的物证。今天专家口中丝路繁荣的物证，在当年李贤夫妇墓的考古发掘中不断地出现着。1983年冬，考古队员在李贤的棺椁中又清理到一件硬物。清除掉表面泥土，这一次他们发现了一把刀。啊，这种刀的形式，因为现在后来发锈蚀了，如果不锈蚀的话，应该还是佩戴在身上的话还是比较漂亮，也比较威风的。这把刀身长86厘米，由于刀柄处有残损，专家推测它最初的长度可能接近1米。继续观察，考古队员发现这把刀有些奇特。这个刀呢，就是说它的形制呢应该是跟这个中原地区的这个刀的所有的形制是不一样的，它这个刀身比较宽，刀头比较平，另外它的这个刀的刀柄呢，刀柄上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铁环。专家发现这把刀的刀鞘一侧有两个纵装副耳，耳上有凸钉，先固定刀带，然后将两根短刀带挂在腰间。这种配套方式最早出现在5世纪的西土耳其斯坦，然后向东西传播，向西到了欧洲，向东进入中国，后传到日本。考古队员从出土位置推测，这把佩刀应该是墓主人李贤的生前器物。在1000多年前，这种佩刀方式由丝绸之路上的商队一路带向东方，
最终在袁州影响了大将军李贤。这把刀连同他特殊的技法被一同带进墓中。1988年9月25日，故园博物馆竣工并开放，李贤夫妇墓出土的珍贵文物就陈列在这里。时间回到1983年9月，考古队员在故园城外的深沟村发掘时，李贤夫妇墓就已经遭到了严重盗掘。但在考古人员的努力下，仍出土了金、银、铜、铁、陶、玉等各种质地的珍贵随葬品300余件。任间文武声张内外，德高望重，光国荣家。这是周书给予大将军李贤一生的评价。弹冠结兽，披肩献敌，这是墓志铭上的墓葬主人。这座墓的发现对于研究当时的历史、中外交通、文化艺术等均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上的文字。这些让人陌生又惊叹的器物，仿佛打开了一扇时间之门，串联起我们曾经的历史。先秦时期，连接中国东西方交流的通道就已经存在。2000多年前，张骞通西域，大汉帝国的丝绸正式西传。1000多年前，今天的固原，曾经的袁州，成了丝绸之路上的一座重镇。那时，袁州城里的居民每天都可以看到这条东西贸易通道上的商旅、驼队和他们带来的稀罕物。在唐朝，广州和泉州的居民每天也能感受到不同的新鲜事儿。那时的海上丝绸之路途经许多国家和地区，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今天，那些古道虽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这个东方大国广阔的胸襟，从那时至今，从未改变。